转得很厉害吗？你打到我的手了。飘过，为什么你跌倒了？你那个椅子给他拿开。椅子，你那边那个椅子，你在坐的椅子，给他拿开，这样子就不会掉下去了。给他那个椅子给他拿出来，那个，请帮忙，谢谢你。对呀，两个椅子都拿出来哦。哦，这样等一下打爆裂的时候。就不会飞到沙发里面去哦。还有一个红色的，红色的椅子要拿出来。哇，战斗吧，哇，这样就 OK 了。哎，啊，弹珠怎么在地上？哦，这样就不会掉下去。爆裂了，真的爆裂了。